来自台湾的新北市，今天来到这个活动，我觉得蛮壮观的，有点吓到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画面，就是蛮开心，也可以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。一样啊，都是一样，都是一样的人工，但是只是分下来的而已啊。啊，可是你们这边比较热情，人也好，这边比较年轻化。那我在本岛的话，就没有这么年轻人在接触宗教活动，这边的文化差很多了，台湾的比不上。